选之后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选择把他的假期呢留给他的家人，因为毕竟哦，在这段选举的过程当中，他是把他的时间都给了这个台湾的人民。那么所以说呢，但是选完了，他要开始展开他的全台卸票行程，会从屏东出发，为期9天。不过呢，他主要会是以跟基层座谈的小型的、比较低调的方式，到底怎么进行呢？我们来看这则报道。选前100天，蔡英文从屏东家乡出发，展开一连串选前造势。虽然最后没获胜，但将在初六起跑的卸票之旅，小英主席再度选择屏东为起点，象征参选有始有终。从初六以后呢，连续9天的一个卸票之旅啊，我相信呢，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我们基层对他的一个建言啊。大年初六开始的环台卸票之旅为期9天，不过有别以往下乡蔡英文的卸票行程，不会发放小英红包，也没安排大型造势活动，因为还要一并检讨败选原因，届时将以规模较小的茶点会邀请各地辅选干部一块座谈，倾听基层声音，提出改革办法。蔡英文也要求各部门过完年2月1号的中常会上，针对大选检讨报告。这一次留下来，当然就是因为关心这个党以后的一个发展，能看看基层的声音，来了解一下整个党有哪一些方向必须要再去做一个检讨或者调整。春节期间短暂休息，蔡英文初六启程卸票，接着检讨选战缺失，清理战场，调整民进党步伐，继续向前进。三立新闻林文富、邱婉柔台北报道。好，这个观众朋友啊，终于啊可以再看到这个过着新年啊，在龙年看到蔡主席了。那么他会在明天12点从屏东市的第一个，其实这应该看这个地点，好像其实选的算是一个参会，也就是说他其实好像并不是我们想到的是直接面对这些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卸票模式，而是比较是跟所谓的基层的党工哦。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呢？我们是不是请这个俊宪帮我们聊一下？是哦，大概从明天开始，蔡英文主席就会到全国各县市去，跟大家在一起卸票。那他最主要从明天开始是从屏东开始出发哈、哦。那预计到2月4号，大概9天的时间，全国各县市都有一场，包括外岛、包括澎湖、包括金门，他都会去。那这最主要都是用比较小型的哈、哦，大概比较静态。那最主要是跟一些辅选干部啊、立委候选人啊、跟大家在一起，因为现在选举结束了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像大选时候啦、用游行啊、扫街车队照这样到处跑哈。那大概就不采用那种动态的方式哈，大概就是用比较静态的。像那明天开始第一天就从屏东，然后好像会到台南，然后到台南主持嘛。好，那大概就一场都大概控制在差不多500人、400-500人、400-500个人左右。好了，那大概就是这个蔡主席大概就基本上啊，他要跟各地的竞选干部哈，了解大家当时啊，这种选举以来，就觉得他感谢大家了哈，他也希望了解说啊，大家对这种选举的一些看法。对，啊，那这个时间大概到2月4号，他每个地方都去哈，他非常有诚心诚意，他连金门都排了，连澎湖都排了。啊，那南部的这些干部哈，会不会特别说是有什么样的话，尤其是我们这基层干部想要跟主席讲一讲？就你了解，我想大家对蔡主席当然是很不舍了哈，很不舍。我想大家基本上我也建议大家多给蔡主席鼓励哈，大家当然我相信更多的声音对他未来会有所期待。之前有很多人因为很不舍说他怎么会离开主席这个位置，那我想这个事情大家也应该都非常清楚哈，蔡主席会留任到2月底嘛哈，他会留任到2月底，他原来的任期大概就到5月啦，他几乎等于就是提早3个月走。那我想其实基本上很多人也很感谢他哈，毕竟在过去这3-4年的时间，他把民进党这样整个带起来，尤其他最重要，他为民进党留下一个可以东山再起的基础。民进党现在刚我们看到有40人的立法院的党团，这个立委选举哈，能够有这么大的进步，有27个人到40个人。这是呢母鸡带小鸡哈，蔡主席啊帮民进党所留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我们以后啊要东山再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想基本上呢从明天开始，那这个行程也不会排得很很
就是说啊，每天都这样很密集哈，跟那种大学那种行程又不太一样。对，主要所以就是说，让这些基层的干部啦，有一个机会是可以真的跟小英主席好好的谈一谈。那刚刚这个俊宪有提到，就是说，小英主席的这个高人气哦，不会因为说他这一次并没有顺利的当选总统，就有一些就是减弱，甚至于说呢，他的人气依旧。比如说，在这个选完，我们记者就有去观察哦，在这个小英商铺呢，其实他的东西卖得还非常的好。满满人潮挤爆小英商号，败选隔天，支持者争抢商品当纪念。现在实体商店虽然关了，但网络世界才正要开始燃烧。只要跟蔡英文扯上关系，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环保手提袋一个250元，但如果加上本尊签名手提袋外加自传洋葱草蛋，网络价飙到3000元，价差好几倍。有网友嫌太贵，猛杀价，可卖方态度坚定，要降价免谈。应该没有什么兴趣。网络上有人说，像这种包包都飙到要3000元。哦，那个更不可能。如果说花3000块买东西，应该不可能吧？太贵了。对啊。价钱高到民众嫌太贵，但死忠粉丝还是掏钱不手软。周边商品热卖，就连选战免费送的旗帜也能拿来当钱赚。印有台湾第一女总统的手挥旗放在扫街车上的关东旗，全被网友拿来卖。手挥旗一面200，关东旗一面100元，就连文宣品明信片都有人开价要卖。拍卖网站一搜蔡英文，3大页100多种商品，只能说蔡英文可没受到总统选书的影响，粉丝力挺，人气依旧抢抢棍。三立新闻黄大峰、孙永豪台北报道。好，所以小英主席哦，确实是人气跟魅力依旧。那么在这个刚刚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东西呢，上网拍卖的有个签的名字哦，就是更受到欢迎哦。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他接下来明天开始这个线上行，他是一路各个县市都会有，而且会跟基层座谈。那我们今天现场其实也有两位就是有参与这个立委选举的。那我先问一下建昌，就是对于台北市哦，如果说见到了小英哦，那么会提供就是你跟你的选民之间会给小英什么样的鼓励或是建议？其实整个一个选制的检讨哈，王金平院长这一次有谈到这个意向哈，不然你又台湾可能在北部地区，我们绿色的立法委员要在这里产生的话是很困难很困难，国民党要在南部选区要选的话也是很困难很困难，在这一次黄韶顺那一个区啊，在左营那个区，其实差一点也是民主进步党的这个林英龙这个议员他拿到律师拿到嘛哈，所以这个整个一个选制的检讨应该是在这。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政党，不管是国民党要不要配合下去做更改，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在野党应该把这整个选制跟国会改革的一个声音把它透露出来，让台湾的选民去公断，他认为这个选制到底要不要这样存在，不然我认为以后的这个大安溪应该是蓝绿的一个分野点、就是北部越来越蓝，就对台湾来讲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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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利。那第二点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民主进步党，如果我是个人的一个政治干部来讲的话，我认为要所谓的蹲点，要所谓的在基层里面很扎扎实实的经营。像我在内湖南港区10几年，现在有高嘉瑜一眼这种新秀在我们内湖南港区，像桃竹苗选区，我认为不是没有可为。我们的嘉义县的大林镇的镇长几岁？27、28岁选上大林镇的镇长，这不简单很有名的这个年轻又有能力的。没有错。那我说桃竹苗地区，如果我们对一个政治有热情、真的有抱负的青年的话，是不是我们党能够抑制一些专业的这个资源，就是薪资，让他们在桃竹苗地区，在比较沙漠化的地区去开拓，从20几岁开始做服务、做经营。你要学习政治也是一种，应该是一种非常专门的工作，而不是你说今天想来几个月选完就走了，几个月想来又走了，这样子的话也叫我看不到卡手，那不会就要蹲点下去。我认为没有那个不可撼动的选民的心，没有真正的铁板一块啦。所以我认为一定有可能，我认为现在已经要操盘到4年之后的选举，操盘到8年之后的选举。为什么民主进步党，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给他机会呢？就是很多沙漠化的地区，应该好好鼓励年轻人组成一个团队下去，做一些社运也可以啊，做一些政治服务的工作也可以啊。这些东西不要期待说你投入政治，不要说今年我投入，我明年要开挖结果，那是 impossible 的问题。毛泽东把国民党
搞了几年，赶出这个中国啊！说实在的，这不简单呢。年轻人如果要从事政治工作的话，这是要蹲点，四年、八年、十几年，这才有可为。民主进步党要鼓励下一代的梯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建商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说希望期许啦，就是说对于有心从政的民进党的年轻人是可以下去蹲点，只是有一个政治挺现实的，就是说国民党呢一年的所谓鼓励就有29亿啦。那在这个资源资助所谓刺客下乡上面，确实是占比较多的优势。所以民进党怎么样突破呢？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这边还有来自这个代表这个桃园地区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基层干部，我们来请他聊一下，就是怎么样来突破像这样子桃竹苗以及客家的这个选情，该给小英主席什么样的意见？